让他们怎么样去用团队的防守来去让他这个点得分下滑，这也是在一个这球队来讲，其实你必须要去想的策略。另外，你能不能去进攻辛巴，这也是哇，穆伦斯，哇，直接 face to face 的火锅，看起来穆伦斯的体能都回来了，来底下穆伦斯再来一个双手暴扣，哇，哇，这个双塔的策略，最后还是掉到了辛巴的手上。哇，这一球真的是很精彩的攻防啊！哇，辛巴真的难得有这样机会被打火锅啊！穆伦斯正面的火锅，哇，这个唯一可以单换辛巴的男人啊！